来，我们看元丰画什么嘞？小灭亡元丰。六个字，六个字。你搞不明白，皮和皮，皮。哦。啊，过年会吃的，过年会吃的，过年一定会吃的。好，很多菜会。我要吃贝果哎。很厉害吗？这个很厉害吗？过年会吃的一种食物，很好吃的。硬啊！可丽啊，很好吃的，脆脆的。很硬啊，有些很硬啊，有些。我不懂你，我不懂嘞。口很硬，没很硬。这是我听第二个字哎。咬下去它就。咬下去。来来，所以猜对了，还没有猜到。啊，你看这个字越来越多，偏了是吗？加油。偏了是吗？加油加油。换血。把那个 I 换掉。呀，拼了拼了拼了。还拼了？过年会吃没？拼啊！花生啊，就是花生呗，过年。是啊，过年吃花生，然后。好来。平常吃花生的该。好，每个都选一个啦。好，我也是这样。我分数这样低啊。这里。我怎么这样长啊？完。很容易吧？我就是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好嘞。喂。什么概念？龙哥耶！啊？是他的不是我的感觉，但是华人了，画多一点点。哦，我懂，我懂啊，我懂啊，但是不一定。啊啊！有人猜到了。哦，对，但是我又不会 spell。有的。我看一段字。啊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哇！哎。容易啊！前面是华人，后面是一种水果来的水果。华语城，他翻译过来变成华语城。水果啦，过年要吃的啊，天天吃，一天吃几粒啊 ？Mandarin Orange， 好了嘛，四个人答对吧？老师，我懂了，可是我来时间不够了。好，好来，那是交卷，每个人画一次，刚刚好。但真想做呀，来。我擦，都弄懵。哈哈，哎，猜到猜到猜到！哇，猜到了！暗报暗报，另外一种暗报，另外一种。哎，快讲出来！好，一个福字。啊，佳慧果然懂啊，那个。暗报不是英文字，不是暗报，不是暗报，英文字，暗报英文字。它前面是红，后面不红，没有写。OK OK 好，来，很明显了，很容易啊，很容易啊。Red jacket， 还有二十秒。Red jacket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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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 ，Red jacket。好，十秒钟而已哦，十秒而已。很好，第一个答对。五、四、三。好嘛，五分答对吧？一、零。OK， 红包 ，Red jacket 啦，一袋红包，现在不会写 ，OK，Red jacket， 好来，下一个 ，Red jacket 啦，老师我画，没有轮流啦，大家，我加会啊，一个，哇那个，你说人家轮到我就发现你，这么强的，这么强，怎么想这么强啊？什么狗？我看不懂，百度。这个难画，这个很难画，给我画不到。会选人兽吧？好像也不对啊。是选对吗 ？Baby。什么东西？喂？啊！懂没有？那几成功才对啊！懂没有？懂没有？我画到不是。怎么会选这种东西？现在很多人猜到啊。哦。看我字数下，因为我他的字呢会出现慢慢50%呢，所以大部分都猜对了。很简单嘛，这个但是一开始真的想不到，我以为他在画年兽，你知道吗？我说错了没？没，你字可以打密一点嘛？你要动它，你打一个空格做什么？没有，你换成换英语的，一般的。哎，我直接换成全部英语。那你就可以换那个分数，你们还有永轩也永轩是最后一个画，
我这样惨啊！中间这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样惨啊！烟头啊！哎，不是 firework 啊？那谁拆 fireworks？ 啊？啊 ，fireworks 不是 ？OK 啊，很近啊，很近啊，好近啊！啊，不是 fireworks 吗？好像不是哎，不是。fireworks 是另外一个字。哦，懂了。啊，哪一个？还有另外一个字吗？有有有。鞭炮，鞭炮，鞭炮。不是叫烟花 ，fireworks 是烟花。为什么我所有英文字我不会耶？因为里面有一种东西叫、啊、可以的，猜猜一下。还有可正啊！哦哦，卡布布们，卡布布们东西。啊，最后我还有一个 fire 阿嘎。什么东西？我要是 OK 来，还有神秘画。还有人类才能的画，没，我看到还有。然后是我 emo 啊，没有的话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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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画。这也是有点长啊。iPhone 14应该。哦、oh, ，Google Translate 的。眼高什么？作弊耶！没有啦。这个简单啊，这个看得出啊。Like this, like this。啊，透明灯，没有这样，没有这样。透明灯是什么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像透明灯呢。红明灯是什么？很像灯笼啊，灯笼这种。灯笼啊，蓝灯啊，蓝灯。好，来，都猜对了啊！我去问那个我最喜欢的 Mr. Google。啊可以找到。他是我最崇拜的人。猜到了。应该是。还有。OK， 两根灯笼。我看你好像一题都没有猜到来讲吗？哦，好。来，好公平啊！还有谁没？还有谁没画了？还没。我就画一个最简单的。最简单，这样长的字。啊，很简单啊，苹果啊。苹果。好，过年会有了，过年会有看到水果了。太简单了吧，这题。哦，我懂了。没有理由猜不出来的、这个。啊，好的。有谁猜不出哦 ？OK， 很明显这个。画到很美，下一次不要再画。什么意思你？那很美真的，比我。比我没哎，真的，我画的东西可能我自己又看不懂。好、oh, ，来，还有再给答案呢、啊。哎，不要写错了。没有，三个字。Big number， big number。为什么我答这种字在最后一秒的时间内哟、哦？原来就是你猜不到啊。好、okay, ，难怪我没有分到。雨霜，雨霜，就是你猜不到，难怪我没有。好，还有两个雨霜跟融雪帽。OK， 来来来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两个。元丰改彩，我元丰改彩。该我一个。到最后来忍着吗？我还有一个，太棒了。什么？啊？儿子。我儿子。哇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哦、oh, ，这个菜，这个，好，这个，这个呢是一个华语字啊，哎，不是，华语字，它没有英文的，它没有英文，它是直接翻译，拼音来的，是它的拼音，月饼 ，OK， 哎、啊，过年吃月饼没？过年，你过年吃月饼了？哦、oh, ，没有啊，啊，不懂哎，很，它的很。啊很懂了啦，这个拼音啊，它是那个拼音啊。什么一个？我不出来耶！年糕啊，年糕！不能老师，我毁灭吧，我累了。年糕啊，年糕！年糕啊！年糕！我、okay, 哦、是年糕来的，我、哦、看不出哎，真的。年糕不是看不出，不要这边年糕。快耶！好，永轩来。老师，最后再一个，你们听不听？
选一个最难的。我不要哎。选一个最难的。他等了很久了，好抱歉。哇，最难的，最难的，这个应该是最长的。哇，老师，你是看得到人家选的是吗？怎么有人能够猜到？我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有人猜到了哦。哇，这样会有人猜到了。可能他在选的时候有看到那一个吧。讲话我不懂，我讲话我不懂讲话，讲话。你发什么出来哦？你不会话，你还是直接讲，你直接讲是什么就可以了。不要不要，不会讲了，不会讲了，还是要换了。这个是每个过年会做的事情的，过年前会做的。哦哦，懂了懂了懂了。啊，我是很好奇的吗 ？OK， 过年前的，一定会做的事情。OK。哎呦，他少。大嫂说：“对，可是为什么你没有猜到 ？House，House 啊，不 ，Cleaning 啊 ，Cleaning， 我好奇啊，我也写这个。OK， 好 ，OK 啊，全部猜完了啊。为什么我总是在最后一秒？这么女生，这么女生，她这样快可以猜到。好，最后一个 random 啦，随便选一个人啦。OK， 好，有好，这又是我。好，没有了，最后一个，这是最后一题。”好，最后最后最后了 ，OK， 要过年了啦 ，OK， 要收场了。我看不懂哎。OK， 好，选一个最长啊，这个哇，这个还是很长哎。最长啊，坑队友哎你。等一下，我无从下手，因为我不会画龙。哎，那个你讲话讲快点，我帮你画。不会画龙啊，结果。哇。五十。毛毛虫。重来了虫。毛毛虫。好，就跟那个刚才那个第九。很像一种舞蹈哎啦 ，OK， 毛毛龙，毛毛龙，一种舞蹈，龙什么？然后跳舞，毛毛 龙跳舞，很拉，毛毛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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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OK， 好，很简单 ，OK， 哎，小杰都没有，还没有到你写的，写他每次没有写，就八秒了，你不要写，不要写，不要写，不然那好记的分最高、哦，可以不要吗？怎么可以这样搞、哦？因为我不想你拿第一，最佳选手怎么办？可以不要先，多少七秒钟要死的，我看不到了，卡住了啦！好，来我按了啊，我卡住了。毛毛龙还是看不到啊？哎，怎么啊？走这走这，哦。好，最后一秒了，怎么卡住了时间 ？OK， 好 ，Dragon Dance。OK， 好 ，End Game， 好，谁最高分？来，我们看一下。我最低分吗？你们一题都没有猜到那个怎样？喂，最高分是谁哦？出不来了。卡住了，我也中不到。卡住了。一下。来来，请报上。我一四二五报我一四二五报。谁最高分？不知道嘞。来，请报上你的分数。最高分还没出来。OK， 没关系，要出不到来啊，不知道。好，大家呢都做得很好。OK， 那新年快乐。OK， 我们下。二月十五见啦 ，OK， 拜拜 ，OK， 新年快乐，拜拜，拜拜 ，OK， 老师，老师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老师，啊，老师，你那个你讲之前中。